好的，我目前是在离子坝底下，人家拍地铁的地方，轻轨。现在看，轻轨要穿进去了，看着，过去了，进去了，这轻轨穿透这个离子坝，进去，很特别的地方。我觉得更特别的是这些人，跟我一样。跟阿周一样，都是跑来这边在拍照。这里来，我们摄影师会教你。也都是有一些工作人员。来吧，这里面几个人。阿周千辛万苦跑到这边再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视频。我们就看有多少人。我觉得最特别的是，当列车要经过的时候，人手一机就往上面所拍。有多少人在拍呢？给各位看一下。你要哪个？哪个？也是一个的话。想拍照吗？我跟经理接讲，这个，对，拍照来举一下，可以拍照。轻轨出站了，看大家都把手举起来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就要出站的时候。进去了，不要出站。在这边刚刚没有拍上面拍的，我用摄影的，
车厢已经开出来了，就在阿洲后面这个利兹巴车站，就从大楼里面就开出来了，非常的特别哈。我们刚刚是从底下那边上来的，要爬一些楼梯才能上来。那现在已经上来，准备要搭车，车已经要进站了。车厢来，车列车来，车要进站喽。离巴这一站，等会呢，车子进来之后，我们就要走那个方向去，就又变成我们被人家拍照的。最后我们还是离开了这个地方，然后去打球。那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